时间又飞快地往前，姐姐考上了辅大，听说还在意大利面打工，很喜欢五月天和苏打绿。听说姐姐又交了男朋友啊，又分手。哎，又交男朋友啊，又分手。哎，又交男朋友，又分手了。哦，好，姐姐是蛮忙的。Step into the sunshine, everything is alright, life has just begun. Step into the sun.算命的有说，就是他们曾经都说什么哦，我是他们的贵人，什么贵人？可是我觉得某一方面，他们来说，我认识他们也是我的贵人，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也是学到很多东西，对啊。然后我觉得未来我们会合作很长，因为我们就是打是情，骂是爱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他等下推我，他等下推我下去，我就换厂商。哈哈哈哈哈，开玩笑啦。做房仲，然后去找屋主有没有空？他卖麻药，缺工独生，是真的有没有空？他做花艺，他要撤场进场，你有没有空？半夜凌晨都是找我。我今天很想问，今天是不是缺人？是整天问我有没有空，还是前天问我？哎、欸，你一直踢我，哎、欸，你要制止哦。Step into the sunshine, everything is alright, life has just begun.漂亮还怎么样？但是没有人说。但是我一直很想要说，其实我觉得姐姐在我心里是更温暖、是更美丽、更迷人的。虽然有时候会很讨厌。对。我是 Jacky 的哥哥，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我。那我要讲一下我跟 Jacky 怎么认识的吗？我跟 Jacky 的情谊建立就是在有一次我用 Rodman 的海报跟他换 Michael Jordan， 他同意了，我就决定我要爱我这个弟弟。那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，然后我自己会下去。他可以得到所有的奖金，殊不知他为了准备婚礼，我大概瘦了应该有七八九公斤吧，但是他还是输给他，所以可见他为了这个婚礼多么的认真。刚才他在致辞啊，说他爱他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听在旁边哦，真的有时候感觉得好像是骗子一样，不过他可能是真心的。这十多年来，你接受不论是做房仲的我，做麻辣烫的我，做花艺的我，过程多辛苦你都陪伴着，让我能无后顾之忧的全力冲刺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我真的很喜欢我们很自然的相处、聊天、谈心的感觉，又是朋友，又是恋人，又是家人，又是爱人。不论是哪种人，我永远是最爱你的那个人。最后。我希望我们未来无论几年都可以依旧打闹的过生活，守护着你跟米佳，爱你 Benny。 有什么不说的道理献给我的 Jacky。
天，我们终于办了婚礼。我们的顺序跟大家真的很不一样，但你总是可以支持我想要做的，然后陪伴我决定每一个我的疯狂的决定。然后接下来的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我希望可以跟你一直的走下去，然后今天来的这群朋友们也都会在，就这样，谢谢。